妈在大学旁边给我和弟弟买了套房子，就因为我带闺蜜回去住了一晚上，弟弟的女友当场发飙，天天在我跟你弟这蹭吃蹭喝，现在还要再带朋友回来，你还要不要脸了？梁娜反手将她的行李扔出了家门。妹妹，以后但凡你能再踏进我们家门一步，都是我的无能。梁娜和龙凤胎弟弟梁白开考上了同一所大学，离家不远，坐高铁只需要一个小时，学校就在海边。爸妈直接大手一挥，在大学城旁边买了一套大三居，方便梁娜和梁白开出来住，方便有时候父母想他们了，也会开车去小住一段时间。学校宿舍虽然不怎么样，但我是有保女，因为和宿舍三个人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一直都选择住校，只有很偶尔的时候才会去学校外的房子住一宿。今天在食堂吃完午饭后，梁娜突发奇想要去房子那边看一看，毕竟这个学期都过一大半了，梁娜还一次都没有回去过。爸妈给买的房子离学校很近，走路也不过15分钟。站在房门外，梁娜熟练地输入了当初和梁白开一起设的密码，谁知连输了两次都在提醒梁娜密码错误。梁娜满头问号地给梁白开打了电话，接到梁娜的电话时，梁白开明显有些紧张。你不是一直住校吗？怎么今天突然想着回来住了？梁娜语气有些不好。怎么我还不能回家住了？你怎么把指纹锁的密码给换了？姐，你先别生气，我们正在等电梯，马上就上去了，我上去再跟你解释。直到梁白开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梁娜才明白过来他口中的我们是谁。只见他旁边站着一个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孩，女孩模样长得挺好的，只可惜没什么表情，纵使见到梁娜脸色依旧臭着，好像梁娜的出现是什么让她很不爽的事情一样。梁白开迎了上来，有些窘迫地介绍道，姐，这是许玲玲，我刚交的女朋友，现在和我一起住在这里呢。好家伙，我亲弟交女朋友甚至还住在一起了，我和她一个学校的居然都不知道。玲玲，这是我姐和我们一个学校的。许玲玲这才看了梁娜一眼，不冷不热地喊了一声，你就是梁白开的姐姐啊。事实证明密码就是换了，换成了许玲玲的生日，原因是许玲玲说之前我和我弟一起设的密码太复杂了，她记不住。我也是无语了，凭什么因为她记不住就要换我家的密码锁呀？但想着毕竟是和她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直到进了家门以后，我才发现换密码锁并不是最奇葩的，更奇葩的是我弟居然把我房间和他的房间调换了。当初买完这套三居室后，我爸直接发话将主卧这个带着独立的房间留给我住，毕竟我是女孩子，这样也更方便一些。可如今原本属于我的房间却堆满了一堆陌生的女装，我目光扫了一圈，又走到洗手间一看，直接被气乐了。之前我囤放在这里的护肤品已经全部空瓶了，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谁用的，改我设的密码住我的房间用我的护肤品，这个妹妹是不是过分了点？看出梁娜的不悦，梁白开一副狗腿模样的凑了过来，姐姐对不起啊，我跟玲玲这段时间的确是住在你的房间，但你一学期也出来住不了几次，这么大的房间我想着不住也是浪费。梁白开不停地跟梁娜陪着笑脸，而许玲玲却旁若无人地站在客厅里无所事事，丝毫没有因为占用了梁娜的房间用了梁娜的护肤品而赔礼道歉的意思。见状，梁娜对着许玲玲皮笑肉不笑道，麻烦你以后把护肤品用完了知会一声，我下次从宿舍里带点出来，不然你让我今天晚上用什么？听到这，许玲玲终于抬了抬眼皮，话里话外都有一些阴阳怪气的意思。不好意思啊，姐姐，你要是真的这么在乎那点小样，我让梁白开赔给你就是了。我简直叹为观止，我那三个舍友在听完我的吐槽后，都劝我赶紧搬回去住一段时间。谁家好人住别人家的房子，还要把密码锁改成自己的生日啊？住你的房间，用你的护肤品，用就用吧。还这么理直气壮，简直太奇葩了。他真把那套房子当成自己家了吧？娜娜，你再不回去住一段时间，那女的恐怕真的要默认这是她和你弟的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听完以后，我反手就收拾好了行李箱，当天晚上就搬去了校外的房子。直到搬回来住以后，我才发现梁白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开始做起了兼职。老实说，爸妈每个月给我们的生活费虽然不算太多，但每人每月也有5000块，我一个需要买护肤品化妆品的女孩子都够用了。梁白开不抽烟也不喝酒，居然还要打工做兼职赚钱。梁娜准备晚上找梁白开问问怎么回事。当天晚上11点半，梁白开终于回家了，手里还提着一个榴莲。姐，你怎么还没睡？他有些惊讶，很快又笑了。正好我打工的那个便利店的榴莲在打折，我想着你爱吃，就给你买了一个回来。梁娜鼻子里冒出一声轻哼，可能是从小被梁娜压迫的，
导致梁白开的脾气被锻炼得很好，也很会照顾人。你有这么缺钱吗？为什么还要出去打工？没办法呀，这不是苹果15出来了吗？玲玲吵着要我给她换手机，她是我女朋友，她想要的东西我当然要满足。对此我只能表示尊重祝福。没想到第二天，梁娜忽然收到了一条许玲玲发来的短信。人家都是姐姐给弟弟花钱，你倒好，榴莲那么贵，你也好意思吃你弟买给你的。梁白开打工赚点钱不容易，你要是真的心疼他，以后就不要让他再给你买了。我谢谢你。梁娜被气笑了。我亲弟给我买个榴莲，哪里轮得到他一个没过门的女朋友指手画脚了？知道我和许玲玲不对付，我弟夹在中间也很为难。我看得出梁白开的确很喜欢这个女孩，几乎对她言听计从，该忍的我都忍了。要说和许玲玲真正的爆发，是因为我带着舍友回家住了一晚上。因为舍友过生日，我们宿舍四个人一起去酒吧玩，回来的时候已经12点了，学校的寝室早就已经关了。我提议去我家房子那里凑合一晚上。舍友孟瑶担忧的说了句，不大好吧，你弟女朋友会不会生气啊？知道舍友是在为我着想，但我还是被这句话搞得破防了。我爸妈给我们买的房子，为什么要看我弟女朋友的脸色？在我强烈的要求下，三个舍友这才跟着我回了家。虽然大家都喝了酒，但舍友人很好，知道已经很晚了，梁白开和许玲玲都睡了，尽量不发出动静，就这么很安静地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梁内刚一走出卧室，就见许玲玲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梁娜，你没事吧？自己天天在我们这蹭吃蹭喝也就罢了，现在还带着你这帮朋友回来过夜，你到底能不能有点分寸感啊？很好，我朋友都还在这里。他就趾高气扬的将话甩在了我脸上，这我要是还能忍，我就跟他姓。梁娜没出声，扭头走到了卧室里，拖起行李箱，将他的衣服快速塞满，然后推开了门，狠狠地扔了出去。我这些天是不是给你脸了？梁娜指着门口平静地开口道，给我滚，以后我们家不欢迎你。许玲玲显然没有想到梁娜居然会这么做，愣了一会，随即又笑着讥讽道，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告诉你梁娜，你弟才是你们梁家唯一的香火，这个家里的东西以后都是你弟的，你以后嫁出去了就是个外人，凭什么让我滚？梁娜被许玲玲的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很难想象这是和我差不多同龄的女性嘴巴里说出的话，还没进我们家门就开始惦记我家的东西都是我爹和他的了。梁娜笑了，妹妹，从现在开始你能再踏进我家门一步都是我无能，你最后要是真能嫁进我们家算我输。看得出许玲玲被气得不轻，梁娜瞥了她一眼，还不滚，等着我叫保安来吗？走就走。许琳琳咬着牙，我等着你弟求我回来。梁娜，咱们走着瞧。砰的一声，梁娜直接将门用力扣上，越想越气，打开了家族群，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直接甩进了群里。这是只有我们一家四口的家族小群，平日里经常聊天，我和梁白开几乎每天都冒泡，消息刚发出去，我妈瞬间就跳了出来，梁白开谈女朋友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这臭小子提起来过？我爸抓住了重点，这两人同居，他能对人家女孩子负责吗？就住到一起，你谈女朋友，我跟你妈不管你，但你听听他说的这都是什么话，你姐怎么就是外人了？我看他才是咱们家那个八竿子都打不到的陌生人。我爸更狠，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臭小子，你谈恋爱我们不拦着，但你看看你谈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还想和他在一起我也不拦着，今天你就收拾收拾搬出去住，这个房子从今天起就是你姐一个人的了，你自己看着办。群里全是我爸妈在输出，我弟始终没有露面，我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现在已经晚上12点多了，按理说这个时间梁白开早就已经打完工回来了，可今天却迟迟未归。秋天是多雨的季节，外面电闪雷鸣，这场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没有关的窗户吹进一丝凉意，我打了个颤，不禁有些懊恼，是不是这件事应该和梁白开私下单独解决，把爸妈都牵扯进来是不是不大好啊？这么想着，指纹锁忽然传来了输入密码的声音，我扭头一看，是梁白开回来了，身上因为没有打伞全湿了，我起身走了上去，你一天干嘛去了？打你手机也不接。梁白开没说话，但梁娜猜他肯定看到了群消息，爸妈骂了他一下午了，他肯定心里也不好受。姐，你一定要这么对玲玲吗？就算你不想让她住在这，也没必要非得选在这种天气把她给赶出去吧。说真的，我没有想到从小到大几乎没跟她闹过什么矛盾的弟弟，有一天居然会因为交了女朋友而跟我吵架。一时间梁娜怒极反笑道，她骂我的那些话你眼瞎了看不到，明明是她自己摆不清楚位置，还成我的错了是吧？这是我的家，我想赶一个外人出去还用得着挑日子吗？
这是你家，不也是我家吗？难道我没有使用的权利吗？我知道你看不上林林，嫌弃他家是农村的，可咱们家也不是什么富豪嘛，有什么好傲气的？你至于这么羞辱人？你知不知道他都发烧了，还哭了一整天？人家家里是没咱家有钱，但也是爸妈捧在手心上长大的，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我就是回来拿点日用品，玲玲现在还在酒店等我。未完待续，下集更精彩。妈在大学旁边给我和弟弟买了套房子，就因为我带闺蜜回去住了一晚上，弟弟的女友当场发飙，天天在我跟你弟这蹭吃蹭喝，现在还要再带朋友回来，你还要不要脸了？梁娜反手将她的行李扔出了家门。妹妹，以后但凡你能再踏进我们家门一步，都是我的无能。我什么时候看不上许玲玲？什么时候嫌弃她家是农村的了？她的家庭条件我的确了解过，但反对这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许玲玲的家庭条件吗？是许玲玲理所应当的觉得这个家以后的东西都是她和我弟的，是占着爸妈买给我跟我弟的房子，却骂着我没有分寸感，是她人品有问题。经过上次的争吵以后，梁娜和梁白开两天没有联系，她也一直都没有回家住。直到几天后，梁娜一个人去吃饭时，意外撞见了梁白开和许玲玲。在看到梁娜走进来后，许玲玲立马将视线移开，不知是不是故意的，甚至转头跟梁白开撒娇。倒是梁白开在见到梁娜以后有些心虚，语气带着讨好：姐，你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梁娜没有说话，梁白开一副死皮赖脸的模样：姐，你别不理我呗，之前是我话说的不对，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想吃啥都行，就当赔罪了行不？梁娜还是没吭声，恰好电话铃响了起来，是父亲打来的电话。梁娜转身走到一边接听了起来，就前脚刚接起来电话，后脚我就听到许林林不悦的声音隐隐约约传了过来：你干嘛要帮他买饭？他自己没钱吗？老是花你的钱。一顿午饭能有多贵？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姐送我一双鞋，都顶着一个月的饭钱好吧？说着，梁白开已经摸出了饭卡。不许你去。许玲玲像是跟他杠上了，将梁白开又拽了回来。这不是钱的问题，他自己又不是没有手没有脚，凭什么指使你买啊？还有你刚才那副哄人的语气是几个意思？我真服了，你俩都这么大了，那种语气多暧昧啊，他能不能避下行？祖宗，咱能不能别闹了？我给我亲戚买个饭，有什么好暧昧的？食堂挺吵的，丽娜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两个人的对话，三言两语间，许玲玲就已经赌气般扭头走掉了。玲玲。梁白开慌慌张张地对梁内道：玲玲的身体还没好利索，我得带她去打针，今天不能帮你买了，你刷我的饭卡随便吃。说着就朝着许林林的背影追去。事实证明，许林林的却有两把刷子，也可能因为梁白开是第一次谈恋爱，再加上本人的性格比较恋爱脑，总之被许林林管得服服帖帖的。在许林林被我赶出家后，梁白开也紧跟着搬了出去，两个人一起在同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不知道许林林是不是恶心我，还故意租在了同一单元，偶尔我坐电梯的时候还会碰见许玲玲。许玲玲似乎对成功怂恿我弟和他一起搬出去住的丰功伟绩很满意，笑嘻嘻地对我道：梁娜，你自己亲弟弟都向着我，你的滋味怎么样？梁白开为了我宁愿搬出那套房子呢，你每次回家的时候挺难受吧？对了，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钱都是你第一个人出的，他为了交房租把你送他的鞋都给卖了，姐姐不会生气吧？难受？那我可太难受了，我难受，怎么没早点把你们赶出去？独居的快乐你想象不到。许林林的脸色一变：你真不要脸，那套房子明明就是你爸买给你弟的，别跟我扯什么你家不重男轻女，我长这么大就没有见过不重男轻女的家庭，你只是沾了你弟的光罢了，要不是我让给你住，你以为你真的能安稳的自己住在里面吗？好家伙，我家的房子他一口一个让给我住，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善解人意的？我弟搬出去住的这件事还是被爸妈知道了，第二天我爸就开车杀到了我跟弟弟读大学的城市，并给梁白开打的电话，通知他晚上带着许玲玲回家一起吃顿饭，这可把许玲玲嚣张坏了，一副见了家长即被肯定的架势。饭桌上，许玲玲一改在梁娜面前的跋扈，对待爸妈的态度那叫一殷勤。饭吃到一半时，爸爸突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掏出来一把车钥匙：我跟你妈这趟来，其实是开了两辆车，这辆新车是我刚给你提的，就停在楼下，待会你下楼看看喜不喜欢。许玲玲的眼睛瞬间亮了：梁白开，你看叔叔对你多好，快把车钥匙接过来啊。见到宝马的车标后，许玲玲的眼底更是写满了虚荣的向往，在她的概念里，爸妈提车了，理所应当就是给梁白开提的，梁白开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在所有人的视线中，爸爸不急不躁地将车钥匙放在了梁娜的手心里，许玲玲的表情僵硬了几分，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对梁内笑。
宝贝有了车以后，想去哪里就方便了。谢谢我亲爸送来的专属跑车，我很喜欢。许玲玲死死地攥紧手，不死心地继续开口道：叔叔，这辆车你是给姐姐提的呀？我以为是给梁白开的呢。梁白开一个男生，皮糙肉厚的，不怕雨淋，也不怕太阳晒的，买车有什么用？小许啊，我听娜娜说，前段时间你和梁白开一起住在这里，不过前两天才刚刚搬出去了。是啊，姐姐经常带朋友回家，一带就是好几个，太不方便了，我和梁白开就主动搬出去了。许玲玲表面上很温和，话里话外却全是阴阳怪气的意思。我听说这套房子是叔叔阿姨给梁白开新买的，你们真该劝劝姐姐，她住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意见，但这么新的房子干嘛带那群外人回来住。小许，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这套房子写的是她姐姐一个人的名，支配权全在她，她就算把这个房子给拆了谁也管不着。至于你和梁白开，我跟他妈不反对你们交往，以后毕业了他的婚房我们也会准备，只要你能接受，除了婚房以外其他的家产全部留给他姐就可以。听到这里，许玲玲的脸色彻底变了，表情也变得十分扭曲。叔叔，您怕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梁白开才是你儿子。对呀，我们家重女轻男啊，看不出来吗？是我爸到底是老江湖了，没有和许玲玲硬碰硬，三言两句就将许玲玲搞得心态全崩，气急败坏的离场了，两个人因此吵了一架，直接分手了。见两个人顺利分手，我爸怒火也平息了，说剩下的看梁白开的表现，如果表现好的话，过段时间也给他提一辆车。其实爸妈也许在感情上会因为我是女孩子更照顾我一些，但是在金钱上对我和梁白开向来都是一视同仁，那些话术不过是让许玲玲死心的措施罢了。可梁白开似乎对车并不感兴趣，和许玲玲分手后一蹶不振，整个人都颓废了起来，这副模样连我舍友梦瑶都看不下去了。大哥，你至于吗？实在不行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女友，咱能不上演这种苦情的戏码了吗？谁知梁白开哭得更惨了，我连许玲玲这样的都留不住，我能留住谁呀？见他哭成这样，我和梦瑶都笑得不行。梁白开的确是个恋爱脑，跟个大傻似的，很纯爱，没有那些弯弯道子。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也算是一个男生的优点，前提是给碰到一个同样恋爱脑且明事理的女生。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段时间后他居然和梦瑶在一起了，虽然不知道这两人是怎么勾搭上的，但对此我表示很欣慰。还有什么比好闺蜜变成弟妹更快乐的事吗？宿舍内，和我弟谈恋爱真是委屈你了，娜娜。梦瑶却是一副很犹豫的模样，别告诉我你们刚谈就分手了呀。梦瑶摇了摇头，不是，你看这个。说着他打开了自己的手机，点开了一个视频，梁娜凑了过去才发现这是一个博主，专门接一些奇葩的稿子，视频里一只西瓜条正在读着投稿。今天投稿人是一个大学生，他被分手了，这段恋情是被男朋友的姐姐一手搞黄的。事情是这样的，男朋友的姐姐非常没有分寸感，我和男朋友因为感情很好，于是一起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平时的费用都是 AA 的，男友的姐姐非得也跟着住进来，还不平摊任何的费用。其实我也不是爱算计的人，但时间久了就是心里有些不得劲，我感觉自己很冤大头，他姐姐很大小姐脾气，经常指使我跟他弟弟去帮他买饭，还必须是需要排长队的那种。其实这些我都忍了，但他后来居然还带着朋友回家住，我跟他吵起来以后，他直接让我滚出去，说这个房子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我是出了钱的呀，老实说我对男友真的很好，前阵子苹果15刚出来，我就想着打工给他换手机，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因为姐姐不喜欢我就要和我分手。他家里人挺宠他姐的，明明还是个学生，他爸就给他姐买了辆宝马。我现在感觉自己的一片真心全都喂了狗，我承认我是恋爱呢，大家轻喷，我至今还有些走不出来，每天都很难过，希望大家能开导我一下。这条视频火了，点赞只有几万，但评论却有十几万，十几万条评论几乎全部都是骂我的，这女的好恶心啊，救命，哪里来的脸啊。谢谢这篇投稿，更加坚定了我以后绝对不找有姐姐的男生，万一碰到了这种事儿，逼得大姑姐都会气。姐妹你也太软包子了吧，那女的都拆洗在你头顶上了，你还要忍？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希望这个姐以后找个会家暴的男人。她真得开宝马，不会是我们学校的吧？是梁娜吗？这条评论瞬间被顶到了热评，底下的人都在猜梁娜是谁。未完待续，下集更精彩。能经历过气到发抖的感觉吗？我现在就是，长这么大就没有见过这么会颠倒黑白的女人，居然还跑到投稿博主那里投稿。孟瑶见梁娜这副模样，连忙开口道：娜娜你先别激动，我们也可以投稿澄清回去。澄清？别人污蔑我，我还要自证是吗？
梁娜冷笑，投稿是一定要投稿的，但该澄清的人不是我。第二天，梁娜和孟瑶在回宿舍的路上，旁边忽然爆发了一阵骚动，梁娜没有理会，旁若无人的和孟瑶聊着天，直到一双脚停住在梁娜面前，一看果然是许玲玲，她咬牙切齿的怒视着梁娜。梁娜，你什么意思？我怎么了？少给我装傻，把我挂在学校表白墙是吧？还说什么给我24小时的时间，如果我还不澄清不道歉的话，就要给我律师函告我。你以为你是谁？家里有几个臭钱，就真的把自己当小说里的霸道千金了是吗？我只是通知你，你也可以选择不澄清不道歉。梁娜的表情淡然，选择权在你自己那里，只要你可以接受不澄清的后果就行。周围很多的同学，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表白墙上的帖子，帖子有梁娜附上的许玲玲投稿的那个视频。当初梁白开和许玲玲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的，现在视频火了，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不清楚，但是周围人都很明白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许玲玲，你和梁白开走到现在，这样关梁娜什么事啊？咱做人得讲良心吧，难道不是你天天在梁娜面前作妖吗？真有脸投稿啊，说自己是恋爱呢？我呸，头发长见识短的捞你一个，人家梁白开现在和孟瑶在一起了，你一个拿不出手的前女友出来搅和什么呀？周围同学都在指责他，许玲玲自认理亏，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只能瞪着梁娜，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那个视频没有点名道姓，你自己非得对号入座，怪得了谁？让我跟你全网道歉，你做梦，有种你尽管告我，就是我等着。狠话是这样放出去了，许玲玲嘴上说着绝对不会跟我低头，可在我下达的最后通牒规定的半个小时里，还是联系上那个投稿博主，删了对我的投稿视频，并且进行全网道歉。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居然还上热搜，短短一天内事情有了如此大的反转，那些吃瓜网友全部都沸腾了。我没有再去翻看那些评论，无非就是一些支持我或者骂许玲玲的言论罢了。我只觉得和许玲玲掰扯够了，既然她已经服软道歉，也变得老实，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想和这个女人有任何的关系。后来许玲玲在听说我弟也提了新车后，又贴了上去哭啼啼的求复合，对我弟无情的拒绝，纠缠了几次后，许玲玲终于死心了，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世界里，我也逐渐忘记了这个人。转眼间我们已经毕业，今天我们和孟瑶要出去吃饭，梁白开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们的司机，周末人多，车位极其难找，我们转了好几圈，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位置。梁白开将车朝前拱了拱，正准备倒车入库的时候，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我们车子的旁边，一个女人从副驾驶座上走了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站住停车位，然后指挥着，亲爱的往后倒。梁娜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是许玲玲。梁白开落下了车，没好气道，许玲玲，你没事吧？看不到是我们先来的吗？开着劳斯莱斯的男人也下车，对着许玲玲道，你熟人啊？许玲玲翻了个大白眼，什么熟人？一个被我甩了的前男友而已。见状，中年男人对着梁白开讥讽道，开个破宝马瞎叫唤什么？老子开劳斯莱斯都没你们横这个位置，谁先站到就是谁的，识趣的话就赶紧开走，不然被围观了难看的只有你们。孟瑶有些生气，抢别人的车位他怎么还有理了？梁白开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你让不让？许玲玲像是没有听到一般，直接无视他道，你开个破宝马，我们开的可是劳斯莱斯，凭什么让你？梁娜望着那辆劳斯莱斯突然笑了，随即对着梁白开道，那就赌着吧，到时候看谁没脸。就这样谁也不让谁，原本站在一边的保安见状，拿着指挥棒走了上来，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停车的？许玲玲抢先道，保安大叔，你看看我们开的可是劳斯莱斯，他开个破宝马，这个车位是我们先占到的，架不住这辆宝马车不讲理啊，非得堵在这里不让我们进，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了？保安大叔看了看那辆金碧辉煌的劳斯莱斯，又看了看宝马一副学生模样的他们，表情一横，像是灰苍蝇一样对梁内道，去去去，赶紧给人家把道让开。梁白开冷哼，我凭什么让？刚才你在一边全程看着的吧，是他抢我的车位。保安大叔依旧是不耐烦的样子，那又怎么样，人家开劳斯莱斯几百万的车，你要是真蹭到了赔得起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赶紧开走吧。许玲玲得意极了，对着梁白开挑眉道，听到没，人家让你赶紧滚，不然蹭到了你们赔不起。你确定不走吗？别怪我没提醒你们，等下别后悔。你想干什么？我给你个面子，你现在带上那个晦气的女人走，乖乖把车位让出来，我可以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男人破口大骂，你他妈有病吧，你谁啊？
做个垃圾宝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就在这时，梁娜爸爸的声音传了过来。娜娜，怎么回事啊？刚才在微信上非得让我来停车场。许玲玲显然没有想到还有再见到我爸的一天。上一次见面，我爸可是让他破了大防，如今他一改第一次见我爸时那副讨好的模样，微微抬了抬下巴，有些趾高气扬道：哟，真热闹啊，想不到你居然也在。梁娜爸爸显然也认出了许玲玲，他看了看许玲玲，又看了看站在劳斯莱斯旁边的中年男人。你是？给你介绍一下，开劳斯莱斯的那位是我男朋友，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我未婚夫比你儿子优秀，比你家有钱，样样都比你们强。许玲玲将鬓角的发丝往耳后掖了掖，洋洋得意道：说起来我倒是得好好感谢一下你，当初要不是你，说不定我和梁白开就真的成了呢，那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才会嫁进你家，更遇不到现在这么优秀的未婚夫了。许玲玲说着对着那个中年男人道：哈尼，停好车了，咱们就赶紧走吧。那个中年男人却说不出话来，完全目瞪口呆的模样，不敢相信的看了看梁娜爸爸，又看了看梁娜。许玲玲不解沉思：你怎么了？梁娜看着许玲玲男朋友惊慌失措的模样，不紧不慢的开口：你刚才不是问我姓什么吗？我姓梁，和你 boss 一个姓，巧了不是？随即对父亲说道：爸，赶紧让你司机把咱家的车开走，我和梁白开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车位，他来凑什么热闹？许玲玲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随即表情变得极其扭曲，一字一顿道：司机？你怎么可能是司机？小李，这到底怎么回事？梁的爸爸走了过来，皱着眉头道：我不是说了今天不用车吗？你怎么把车给开到这里来了？司机刚才那副嚣张的模样瞬间荡然无存，额头上布满了细汗。梁总，您听我解释。我……他我了半天，愣是解释不出一句来，最后只能涨红了脸。我不知道，这是您儿子和女儿，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把车开走，随时替您差遣。见状，许玲玲的面子越发挂不住了，大叫道：李承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司机像是没有听到一般，直接扔下了他，快速将车位让了出来。梁娜环抱着双臂，对着许玲玲上下轻蔑地扫视了一圈，嗤笑道：你说的对，和我家司机订婚的确不算委屈你，你们挺配的哦。不对，准确说应该是前任司机，因为他马上就要被炒了。看着许玲玲咬牙切齿的模样，梁娜的心情大好。那就先预祝你和那位无业游民新婚快乐喽。说着梁娜对孟瑶说：弟妹，吃完了饭去逛爱马仕吧，你一直想要的那款包我帮你订了，待会就去拿，全当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了。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的离开，任凭许玲玲在身后破防到抓狂大叫，也不过是她自讨苦吃罢了，谁又会在意呢？全集完。